在食方面，其实求变求新是我们做厨师，尤其在新加坡做厨师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先下水吧。OK，下水给他游泳啊。OK， 下水。哎呀。 那么今年的2020年，因为疫情的问题，所以变成，我们除了要坚持传统口味，要坚持菜式的原装口味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把它做成更精致的菜式，但要保留传统的口味，所以对我们的厨师的要求又更上一层。 对我的挑战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是很受客人欢迎的菜式。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菜式再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这一次的话，我就用了很多海鲜类。龙虾方面，我们就把它的传统的做法改变成一个很摩登的做法，然后再加我们一个传统的蒜泥白肉酱，再加我们的 XO 酱下去。那么至于那个大头虾面球的话，那个面球呢，就是我在香港旅游的时候，那时候我发觉，哎，他们用那个一个不锈钢的球来装茶叶，啊，那么那道茶叶不会露出来，但是又通透。那么我就想到，哎，这可以做面嘛？那么几年前我就把它 发明出来一个做面球的工具，做了一个很精致的绣球。这个大头虾，它的虾膏很浓郁，它的味道很香。那么配上我的面球的话，它就会到另外一个境界。那个竹棒，我们除了普通的蒜蓉蒸之外，那么我们加了下面加了冬粉，炒过的冬粉。除了普通的蒜之外，还有黑蒜。这些菜式的话， 除了好吃之外，我们还要客人记住，啊，在这里吃过，啊，是令他有一种回忆。We believe that food brings people together. So during the dine out when it's not possible, we created a whole new takeaway menu that you could bring home. So this includes our high tea takeaway menu as well as our specially curated cocktail as well as our Oscar's one bowl meal. And now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dine out, we have also created a new menu in Golden Peony with a lot of new signature dishes for you to continue to build and foster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音>一路以嚟，我哋一大班人一齐聚餐，好开心，好热闹，但系呢个习惯，随咗呢次嘅疫情咧，要改变咗啦。咁新嘅情形之下咧，虽然我哋聚餐嘅人数可能变少咗，但系我哋聚餐嘅乐趣、聚餐嘅体验，系一啲都冇得改变嘅。我哋每一次嘅相聚，都系一个美好嘅时光。 Thank you for your constant support to Golden Peony. As such, we'll be giving a dining voucher for two to our lovely restaurant.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